2年了，我终于拿回了本就该属于我自己的奖杯。这2年间，我经历了感情的背叛、同行的打压、网络暴力的伤害，但我始终没有被打垮。我想说，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困境，一定不要放弃。低谷时期的蛰伏都是为了某一天的涅槃重生。同时，作为公众人物，我深知网络暴力之恶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请大家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，不要因为逞一时之快，毁了他人的人间理想。